大家好，我是科幻作家何西。人生虽然很长，总有那么几步是最关键的，高考是绝对绝对能够当上这个关键的其中一个一点。那么高考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筛选的节点，通过高考的筛选，有创造力的人，或者很聪明的人，或者有学习能力的人，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，他们就会被筛选出来。我觉得现在高考要失败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大家经常说哎呀发挥不好嘛，但是发挥不好也是偶然的嘛。所以说一般来说，如果你经过努力的学习，你总是还是能够进入一个跟自己匹配的一个学校。我们高考的这个时代和现在的这个竞争情况不太一样，那个时候的大学它是包分配的，实际上高考可以理解为就业的同义词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一个学生他愿意读书，他愿意去努力，那么他在后来的高考上，他多半会取得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。原因在于那个时候这种普遍的竞争还没有建立，主要是靠学生自己，家长的作用、家庭的投入都不是很多的。高考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包括在可见的未来，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电气自动化专业，后来也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。没有个高考也就没有大学，那也没有后来的这个一些工作经历。我们那代人的科幻作家有一个特点，我们都是一种爱好者，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爱好然后走上这条道路。那个时候都是我们都是科幻迷，一个东西很热爱，但这个热爱它不能暂时不能作为职业，那很明显你需要先有一个职业，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然后才来做你的爱好的事情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积累生活经验，也积累东西，这个不矛盾的。大家知道小学的一些启蒙知识其实高考上面是体现不了的，主要是考的高中的知识，三年的东西。三年对于一个人的漫长的一生来说，他学的东西是有限的。那么你实际上你要后来要创业，要成功，要成功的经营自己的事业，经营自己的家庭，经营包括管理自己的养育自己的后代，这里面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这根本不是高考那三年的那个学习那个知识就能够涵盖的。所以说高考它绝对不是一锤定音。包括现在有些观点也认为那些人他的初始学历不是很高，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不太负责任，因为他没有考虑这个概率的问题。你考上1000个名校毕业生，是随机的考上1000个高考没有取得好成绩的人，那么从中你能看出来成功人士的比例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我觉得高考读书，它的作用对改变人的命运是最大的。不要留遗憾，不要留遗憾，不要留遗憾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总体来说，我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啊，要保留终身学习的态度，因为这个比高考还重要。如果你继续学习，那你随时可以再去参加高考，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检验。同时你学习的这个成果不仅可以用于检验高考，也还可以用于你在社会上创业，或者去积累就业经验，或者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生根的方向，这都是可以的。